大家好，看这个大锅上面煮的那个猪肉，还有那个两只鸡，一只鸭子，因为有喜事啊，今天晚上又叫我们这个小村的人过来吃饭的。因为昨天晚上大嫂生了一个小宝宝啊，所以呢，以我们这边的风俗习惯，每次生完宝宝之后，第二天或者第三天都会，叫我们这个小村的人过来吃饭的，有这么一个风俗啊。当然了，像我们这个生宝宝这个风俗呢，都是叫一些阿姨他们过来吃的，男士的话不参加的。现在我们先准备了，然后他们马上就过来吃晚饭了。哎，说的当家想要，卖强。啊，那说的当然就得当家。当老爷？当老爷。当主人？哇，还是光啊！晚一条，做三桌啊，等下可能会有人来，但是也可能没人来这么多人。那先把这一桌准备好了，外面有两桌，万一来的话可以直接吃。我在这里。